OK，我们角色讲到哪儿了？先想一下，我最近要干嘛呀？哇，出礼包了！这个怎么一直都有啊？哇，太热闹了啦，都被抢了。其实我只好奇，我这样。可占领哦！我懂意思，我懂意思。所以重点现在赶快要提升战力啊，不然都打不赢。靠嘞，我扔掉呀！等一下，我最近可能会先介绍一下礼包啦，然后我下线了。哎 欸，不对啊，不是都练起来了吗？起码先哦。哎，我们什么时候有这只啊？好，我觉得下一集应该就打得赢了。哼，今天几月几号？3月11，看一下有没有3月11。你怎么拉不下去？